先扫 QR， 之后点击网址，然后安卓手机就按安卓下载，然后它会显示这种类型的档案可能会损害您的装置，您要保留吗？一定要按确定哦，不然你就无法执行跟安装哦。安装完后到你的资料夹去开启，那稍等它一下，这个您要安装这个应用程式吗？安装要从这个来源安装应用程式吗？允许，开启，然后都是按允许，然后这边的话录音笔播放键9按就会开机，开机之后我们跟手机进行连接，按 next，我就会这边这样就可以了。